焦点新闻，赶快带您关注了屏东科学园区一间高尔夫球代工厂，在今天傍晚5点多，工厂内疑似化学药剂泄漏，窜出火舌，紧接着就发生爆炸，好几公里外都能够感受到这爆炸的威力。消防局获报赶到现场，没有想到挺进火场之后又再度爆炸，也造成了7名消防人员，有3个人轻重伤，3个人受困，还有1个人不幸殉职。这大火也持续延烧，另外还有7名的员工也受困，医院现在启动了大伤机制进行抢救，目前已经有多达96个人送医治疗。实在太可怕，疯狂爆炸，浓浓黑烟狂窜天际，物品喷溅，工厂人员第一时间赶紧逃离现场。熊熊烈火不断窜烧，厂房被烧得面目全非。意外发生当下，爆炸威力连天花板还有铁皮都被炸飞，员工四处逃窜，首当其冲。警铃狂响，大火伴随爆炸，现场一片狼藉，威力很猛烈。后面这边类似气爆架、金刚架直接倒下来，全部倒下来了。传出有人受困，伤得不轻，消防人赶抵现场，启动大伤机制。意外发生突然，怎么爆的没有人知道，只是有人脖子被玻璃划伤，手部鲜血直流，更有消防人员抢救，因此受伤受困。意外持续好几个小时，现场大火爆炸持续，工厂变成战场，状况很混乱。屏东科学园区21号傍晚5点多，一间高尔夫球代工厂疑似化学药剂泄漏发生火灾，造成爆炸，好几公里外都能感受到，起初还以为是发生地震，看到大火才惊觉不对劲，多人受困火场，后送医院，有名消防人员送医不治。爆炸威力好像很大哈、哦，很大。那现在我们县府已经也成立了加固应变急救中心，我们现在就全力的抢救当中。因为波及临近的前进国小23号停班停课，现在众人以抢救为首要任务，希望能把伤害降到最低。这屏东综合报道。